和我们的好邻居，默哀。因为在中国有一个就是对死去的人，第七天有一个哀思的那个就是仪式。 然后，因为在那边呢，好多消防战士都是当时牺牲的。然后我们作为海港城的那个业主小区居民，我们想今天就是对他们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表示一下感谢。然后，对他们悼念一下。那个我们是海港城的居民，现在我们已经有代表跟政府谈过了。然后大家就是借这个七夕的过程中给大家做个祭祀。 就是这样的，然后，说实话，我们已经心里很难受了，因为我是家里没有什么伤亡，但是有的人已经失去亲人了。要是打雷，这天要下雨，咱不行，先把蜡烛点。我们会告诉大家做个防护，比方说去拿东西的时候穿长袖长裤，穿这个硬底的鞋子，然后，戴口罩，这些基本的防护要做好。剩下的就是大家如果有避难的场所，或者说有这个亲戚朋友的地方可以待的话，暂时拿完东西就不要先不要回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。 不管那个，现在咱不管那些问题了，咱现在是安置，安置啊，关怀你啊，关怀我们，好不好？相信我们，好不好？